小豆儿，今天买了3斤羊排回来，给你换个口味。他说也是羊肉能吃不？吃的，我都问过的。咋的？那边喊东西嘛？来了。这段时间坐月子，天天鸡肉鸡蛋的都吃伤了，所以说换个口味，简单清晰一下。还有买的这种带皮的，吃起来又肥又瘦。在哪里见过？啊，人呢？这个老二上课的之前，你给看了没有啊？我那天找了个幼儿园来问的，让我再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细节。这样子啊，又有了老三，离不开人，所以啊，老二也有点调皮。我们两个商量啊，先弄到学校去哈。虽然说娃儿3岁不到哈，我还是觉得先弄去关起，先让他适应一下学校的这种群居生活。小锅出水，来点葱姜、料酒。到处清洗啊。好，下锅开煎，先炒一盘子。好。好，烧香了，加水焖起。来点妈妈盐。清烧羊排，大火烧开就可以在砂锅头煨。好，直接焖两个鸡。丫头睡醒没有？今天上午吃羊排哟、哦。接正接正，这娃儿可能也就是接正接正，他才可以长长长长长大，懂没？下一个没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爸爸带你去上学一样的不？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。我要开车。你要开车呀？你要去读书，你才会开车呀。你看到没嘛？学校里边又有画画的，又有过一些是你最喜欢的车子，又有笔。现在养娃儿跟以前真的是天差地别。你看这10件衣裳就已经200出头了，但是没得办法的，当父母的嘛，总是想跟娃儿最好的东西。好，看看羊肉怎么样。好，可以切萝卜加进去。放了萝卜之后，它那个羊肉膻就稍微稀乎点。下萝卜，再焖40分钟，要把萝卜弄来焖趴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巴适得很，色香味俱全。好，准备吃饭。简单一个清烧羊排，来点香菜。吃饭喽！师傅，要得。3斤羊排过来吃，这萝卜都入味了。嗯，你上头萝卜，萝卜比肉好吃。还不用管。萝卜平时的时候不好吃，它跟肉弄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好吃。它围在肉一起，它就有肉香味了嘛。不是困了。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。